大家好啊，欢迎咧嚟到呢一节芒向娱乐快递嘅节目啦。咁啊，今节咧就系有我许乐山啦，仲有纽西兰有机小菠萝以德太阳。大家好。好啦，仲有澳洲小金鱼真 B 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好啦，仲有这个马来西亚大马 Sir 马来近。各位网友好。好啦，仲有澳洲唔系纽西兰小白熊社长 Raymond Wong。我都好想翻去澳洲啊，但系翻唔到。而家喺我已经坐咗喺呢度，坐咗半年有多啦。因为冇得食饭啦，好耐冇同社长食饭。系啊，我嗰间屋喺嗰边丢吉咗6个月啦，我都唔知点算。而家我都好想翻屋企。封尘榜喎，系咪啊？即系，但系我架车已经6个月冇挞过啦，究竟会点咧？哇！即系嗰啲尘咧多到咧，都唔知点算啦。即系喺上面画只小白熊喺个车头玻璃度。我而家好惊，真系其实。讲紧就要明年7月先可以再翻。哎呀，咁 Q 大镬！哇，真系犀利啊！即系我生草啊，嗰个车度。咁应该会嗰啲小草嘅，我系摆喺一个即系停车场入边嘅，咁所以应该就停车场咁都好啲。咁都好啲吓，但系应该会封晒尘咯。嗰个即系其实我嗰边就咁耐唔翻，其实唔系好得嘅，因为我其实本来嗰边都有啲客嘅，咁但系而家当然即系其实得失咗好多客啦，啊。即係有啲可以網上做，但係都係有啲實地啦，麻煩啦，係啊。咁啊好啦，記住啦 ，like 我哋段片，留下言啦，記緊咧就訂住埋芒響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曬冷氣三個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啦。咁我哋呢邊都係啦，要買嘢啊嗰方面咧，有啲地方咧都仲係例如送外賣咧都唔可以送到上屋企啊，只可以擺喺大廳啦，即係呢個大堂啦，咁啊自己去拎啦，咁呢個都有少少啊。冇辦法啦，有啲生活上嘅唔方便咧都有咯。咁啊好啦，喂，我哋今節咧翻嚟咧講下呢個娛樂消息咯。咁啊咩事咧？咁啊見到啦，嗱，其實對於做慈善咧呢一方面咧都明白噶啦。咁雖然我哋芒響編輯部啦，力量啊稍微對同呢位藝人咧相對嚟講即係蚊比牛比啊，佢捐學校啊，咁啊點啊就係講緊呢個古天樂啦。咁啊，原來喺12年以嚟咧，咁佢已經捐咗咧超過100间嘅。學校定點樣嘅咁啊？呢段原來19嘅期間咧，佢啊都繼續咧去捐錢啦，去搞咗4间學校喎。哇！呢個真係咧相當之犀利啊！因為喺呢段時間咧，可謂叫人嚟開工咧都相當麻煩啦，有可能會俾人話會唔會加工錢啊，定係點樣啦？不過聽聞啦，佢都係有請人咧去幫佢監督住啲工程嘅點樣嘅。都明白啦，如果要揾人監督工程啊、社長啊同阿珍 B C 做開工程都明白啦，可能要有幾重嘅監督咧，先至可以監督到究竟有冇問題喎，係咪啊？梗係冇錯，係。係啊，即係你揾一個人去監督咧，就未必得嘅，可能要幾壇嘢一齊去監督。唔係一個人做總監督嘅，但係你下邊仲要使好多人去睇其他嗰啲分項目嗰啲嘢。咁我哋望向編輯部啦，咁啊有時都。如果 OK 嘅話咧，都可能會去捐下飯啊，或者物資啊各方面定係點樣啦。嚟緊我哋都有機會咧，睇下點樣再做好些少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始終啦呢一段時間都唔能夠親身去到香港各方面，所以都唔係咁方便。例如可能福興嗰度啦，福興咧有某個媒體啦，都幫即係屯門嗰間福興啊，都有問過佢，跟住可能訪問過佢，咁啊講起佢哋啲環境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啦？其實咧有機會嘅話啦，咁如果能夠咧自己啦，即係我啦，許樂山啦，可以有機會咧都可以翻翻去，即係翻到香港嘅話咧，都可能同佢傾下點樣可以再做到少少嘅，咁等佢哋嘛做呢個慈善嗰方面咧，或者派飯嗰方面咧，可以再做得好少少，究竟係點樣咧？都可以俾得些少資料佢嘅，因為想當年咧我都幫過某啲機構啦。由一個叫做即係變成一個 NGO 嗰啲定點樣嘅嚇，跟住不過啦，跟住呢個有啲位咧就做得唔係咁好，咁呢個冇辦法啦。呢個佢自己後來去嘅事啊，唔關我事啊。呢個因為嗰陣時我啲唔喺香港啦。咁好咯，咁啊講下古天樂呢單事係咩事啦。咁啊有通常係咁噶啦。咁啊你做呢啲慈善嘢咧，可能你真係攞個心出嚟去幫人定點樣嘅，總係咧有時都遇到啲人喺度搞搞震啊，有度話你，誒都唔知咪真嘅，都等於我哋妄想啦，亦都會俾人哋話。係喎，就算捐幾多都好啊，其實誒捐咁少，假正義，假正義係冇錯，假正義仲話要向我哋開戰啊，啲定點樣喎，係咪啊？呢啲友仔咧，佢真係有開戰喎，真係有開戰喎，有啲人喺啲某啲群組嗰度講咧話，即係喺度散播一啲謠言，就係話我哋做呢啲捐飯係呃錢嘅。點解你咁樣講？即係其實係害咗
福興啊，亦都害咗銀行館，因為我哋其實嗰個三個 QR code 就係福興銀行館同埋阿明哥啊嘛。嗯，咁就害到人啦。結果我哋就因為我哋有啲仇家啊，有仇必記啊，或者係某某 Sir 啊，其實就本來冇仇無怨嘅嚇，要講明一樣嘢冇仇無怨。但係即係當然。有些人就喜歡搞一些小動作或者搞一些大動作，因為說完都是大將軍嘛，搞一些大動作或者小動作，不知道哪些人搞的，但是即是說我們假正義的，可恥啊，這種人，即是那種，明，即是你說得出這些東西，你很難要我不懷疑這些人，那是你將我們打成陽壽，即是覺得我們有時候說一些好像陽壽一樣，一頭鬚那些，即是有時候覺得我們玩這些東西還是怎樣，所以我們今次都相當體會到這個古天樂的心情還是怎樣，因為他那個量還更加誇張，即是為什麼呢？他的性質比我們嚴重很多，是啊，是啊，其實是他給一條腹肌，他自稱叫做中國內地第一狗，不是第一狗仔，不是狗第一狗，留了個仔，第一狗西啊，這個人狗嗨，第一狗嗨啊，那他就之前就出了一篇，那些應該是出微博的，如果沒記錯，那就暗示某些某一位其實就暗示，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他說古天樂的了，那他就暗示說就是這個影帝呢，那就說他捐那些款呢是假捐款，又說即只是出個人名的錢不是他捐的，什麼什麼什麼，總之就我覺得這些指控是很可恥的，因為其實之後古天樂應該是已經 出了一些澄清出來，就是說是除了是他捐之外，有些不是他自己的錢的，是他的 fans 因為被他感動到就一起喂大家去做好事，你不要理那些錢誰個捐啦，到最後學校是起了有學生受惠就 OK 咯，是不是，你不要理那些錢誰個捐，有些像好像我們芒向之友，有些又即是他不是寫自己的名字，就寫了芒向之友去捐，那其實收到的例如福興啊，或者可能其他不同的食店，可能咦咁得意啊？咩叫芒向？諗咗好耐，咩叫嗰個向係乜嘢咧？姓芒叫向定乜嘢咧？咁即係咁解啫嘛。咁你唔好理，即係唔係？喂，冇搞錯係咪？你哋芒向即係點啊？你哋芒向騎劫咗人哋嗰筆善款啊？定係點啊？即係某啲程度上，我哋呃錢嘅最係啊，其實冇咁上邊呃，我哋冇經手嘅啲錢，錢唔經手，我哋從來碰都冇碰過。其實全部係啲網友捐咗之後嗱。啊，曾先生，我捐咗10,000啊！嗱，呢張係收貼，係收貼，係啊，就係咁。嗯，嗱，咁可以講下啦。原來即係古天樂咧，原來喺呢個叫講下佢哋去做咗啲咩善事嗰度先。哇，有啲真係好勁喎！即係點解咧？好勁啊！好勁！我哋之前講過一次噶啦。哦，咁樣再我哋又講下啦。再講多次啊！好事不怕多講。冇錯啊！即係嗰個。因為有啲某一類型嘅善事咧，咁我啦或者可能少年 A 都曾經參與過咧，就所以覺得好震撼，就係咁解啦。因為有。依家先立到啊，唔好意思啊，就文呢個2008年啊，汶川大地震之後咧，原來佢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古天樂慈善基金啦嚇。原來咧十幾年之後捐咗18個呢個叫醫療室嚇。哇，因為醫療室咧，阿社長同阿曾 BC 做開工程都明白啦，嗰個規格啊，嗰方面咧係好誇張，好高好多。咁啊，仲有一座啦，少少嘅水利工程啦。跟住呢個先犀利啦，750個水窖啊！因為點解咧？嗰陣時都好似有節目輕輕提過，嗰陣時參加嗰個叫點滴是生命啊，咁又幫國內一啲地方咧就搞呢個叫做水窖嘅。哇！淨係啊兩個水窖啊，都整到只狗咁，750個，哇！好誇張嘅事嚟嘅，真係你諗啊，即係因為750個咧，大家可能依家我哋一開個水龍頭就有水飲啊，定係點樣啦？啊，佢哋嗰啲有啲即係喺山區一啲好偏遠啲咧，真係咧連飲啖水咧。都難困難嘅，所以有啲直頭係唔知道原來水係咁嘅味噶，即係佢哋未飲，佢哋從來未飲過清水啊，點解原來水係咁噶？即係冇乾淨水，冇乾淨水供應啊，有好多地方其實，好多山區都係。係啊，即係所以750個水窖咧，即係對於我一望到呢個數字，我覺得好震撼嘅事。咁啊，仲有啦，過百間小學啦，咁啊，即係造就到好多嗱，呢啲真係造就到好多阿 Sir 啊，係嘛？係。就唔使即系正正当当做阿 Sir 咧，咁咪搞掂啦，系咪先？咁啊都夸张喎，真系，所以有啲遇到一次遇到啲咁嘅事咧，即系仲要俾人咁样抹黑咧，系几麻烦嘅。因为
頭先阿社長都講咗啦，做慈善呢啲咧，可能你牽涉到其他人或者定點樣咧，你同埋對於嗰間學校本身或者唔同嘅工程啦，或者完成咗之後咧，喂，你俾人咁樣抹黑咧，係好麻煩嘅事。咁可能人哋會諗啊，喂，咁嗰啲錢喺邊度嚟啊？究竟呢啲係真啊定係假噶？咁呢間學校仲好唔好翻啊？定點樣？我覺得呢啲係對人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即係出生出糧捐錢嗰個係好大傷害，對受眾亦都係另一個傷害。而呢個人亂叉咁噏咧，係對佢嚟講係有好處嘅，就係多 view 呃到 view 咯，即係多啲人關注佢咯，就係咁多咋。佢好處其實實際上就唔係真係好多，只不過多人揾佢繼續講嘢咁嘅啫喎。係，佢就話嗰啲捐嘅就係、是，唉，唔關啊古生事啊，喺一間啊。知名的飲品國際大品牌、啊、不想出名啫，先揾佢啊！白事啦，即係唔怕講啦。我哋講翻，直情係佢其實佢就講暗示話白事捐好 Q 多錢，就唔係阿古天樂先生捐嘅。咁呢個係亂插唔急啦。佢仲好撲街啊！呢個卓偉，等我講一講佢點講。好，唔好意思啊。佢話古天樂先生係捐咗幾間學校？喂，百幾間啊，大佬幾間？幾間？淨係捐咗幾間學校？咁啊，佢話係某國際。飲料集團做好事不揚名，用他的名義捐獻的。古天樂先生不僅樂於借花獻佛，而且甘於冒名頂替啊！佢咁樣講啊，有冇腦噶？嗰間飲料公司是國際上市集團嚟噶，如果要撥一些錢去做慈善嘅話，或者撥得幾多錢出嚟做善事嘅話，要報數噶，點樣可以唔揚名啊？仲有啲疏疏地啊，即係喂，即係邏輯咯，完全係。唔知佢即系社长成日讲嗰句，都唔知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嘅，咁啊都冇办法啦，咁啊所以阿古生咧都要出嚟呢个卓伟根本就系造谣嗨，出乱插造谣嗨嚟嘅，造谣做到好嗨嗰啲人就叫造谣嗨啦，唔系讲粗口啊，各位网友，即系有时我都嗨咗，但我都系唔讲粗口嘅呢一个台，咁啊因为佢咧就。他其實就暗示話黃曉明才是真正的慈善一哥，即係先捐得多錢的、嗯、即係好唔好意思講一句咧，即係呢啲嘢唔係要攀比而係阿即係古先生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嘛。你看下希望小學，我如果冇記錯，上年八月的時候咧已經有111間嘅，我係憑記憶講嘅啫。嗱，咁啊講下點解咧？因為同埋即係之前啦，就未咁詳細咧，再睇翻阿古天樂之前做嗰啲善事嗰啲點樣喎。咁啊有一啲位咧，又不謀而合咧，就諗起某啲往事喎。咁啊點解啊？先我都有講過噶啦，就係呢個2008年啊汶川大地震之後，佢就成立咗呢個基金啊嘛。咁啊點解你話汶川嘅時候可能啦好多網友又好，好多朋友咧都係睇新聞定點樣啦？咦，咁啊講下咯。喂，少年 A 咧，原來都曾經啊2008年嘅時候咧，就見到呢個汶川大地震啦，都有嗱堅嘅，佢真係堅嘅啦。嗱，佢又唔係話咩呃錢定係點樣嘅，因為有某啲嘅真係啦，頭先所講嘅咩飲料機構又好定點樣咩國際知名大品牌咧，咁啊真係咧要搞呢啲咁嘅公關宣傳咧，要喺呢個汶川嗰度搞喎，咁佢就半推半就地啦，咁啊走咗上去汶川嗰度睇睇啦。哇，見到真係相當之震撼，我覺得點解真係如果有人能夠施予援手去因為。你係咪國家冇錢？但係點樣咧？即係有時有啲叫做熱心嘅人啦，可能佢自己去出錢出力去統籌一啲唔同嘢咧，咁就真係會幫到國家。因為大家都明啦，喂，國家要花錢啊，或者花唔同嘅政策去再做嘅時候咧，唔係咁容易話攞到出嚟噶嘛。咁呢一件事喎，咁點解咁震撼咧？就係佢有一個晚上啦，咁佢都落緊雨啦，咁見到前面咧一望無際平曬喎，咁呢度咁佢咦？點解咁得意嘅？呢度全部平嘅，問嗰個人。佢話：呢度咧本來咧係即係佢帶嗰個人係帶少年 A 行出去嗰個好廣闊嘅平地，我諗起碼有五六個足球場以，我諗差唔多十個足球場以上咁平嘅平地啦。咁啊帶佢行出去咧，咁佢話咁行下咧就發覺，話呢度咧本來咧其實一條村嚟㗎，不過咧依家咧冚一聲咧，咁啊成條村就淹曬變咗平地啦呢度咁樣，因為可能加埋啲雨水啊，加埋成咧就好快變到好似好平整㗎嘛咁地。咁啊，咁啊，擔住把遮一路行啦，咁啊行下咧，跟住佢話嗱下啲其實原本住咗好多人嘅，即係段可能差唔多段萬人定咁上下喺度講，哇咁跟住個少年哇咁誇張，咁跟住佢就發覺咧自己對鞋咧即係個地啊滲出嚟嗰啲雨水咧係血水嚟噶，哎呀！佢翻到去咧對鞋咧係唔要得噶啦，已經即係成對鞋已經變咗係即係襪啊嗰啲成咧已經係血水係泥啊定點樣咧，哇！即係諗起都好得人驚。
咁即係你諗下咁恐怖、咁誒嗰個天災咁慘嘅事，即係如果有人咁熱心去成立咗基金去幫手重建啊，定點樣嘅？即係你咁樣去抹黑啊，咁樣去詆毀人嗰、那個呢十即係十年以上嘅努力咧，我覺得係唔單止係對出錢嗰咧最。呢件汶川地震之後所發生意外的人咧，即係嗰個死難者又好，傷者又點咧，即係一個極大的不尊重。嗯，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內地有即係啲明星牽涉到一啲即係假捐啊嗰啲，其實好多都係誤會嚟嘅，就係走去俾啲中間人亂咁搞。譬如內地嗰個試過一單嘢，就係嗰個紅十字會啦，大家記得郭美美事件。郭美美啊，係啊，嗰間你記得啦。其實就係一啲人嘅問題。就牽扯到佢成個組織，或者喺古天樂嗰個情況咧，其實根本就係俾人抹黑，係純粹俾呢個叫做卓偉為咗呃 view 奶奶佢抹黑佢嘅。其實佢嗰個思維咧好戇居，外國品牌點會可以即係唔用自己個名字去做咧？如果捐錢，我係我真係好 Q 不解，係啊，即係你。公司捐獻係即係尤其是係上市公司，如果捐錢，你其實係要有記錄啊，各方面咧係好齊全嘅，要交代嘅，就唔可以隱藏喺一個明星嘅下邊做嘅。咁即係用呢啲咁嘅嘢去講咧，而係有人信嗰度，即係先係大 Q 王啊！因為佢喺微博度講啦，好多人分享、轉載，甚至乎和應呢個人所講嘅嘢。和應啊！你可以睇到佢講嘅嘢係幾咁。啊，幾咁有影響力？係嗱，我哋仲要睇埋一樣嘢，頭先我講過，其實唔係睇啊邊個捐得仲多錢啦、啊，定係點樣啦、啊？唔係鬥多錢嘅，唔係攀比，唔係攀比，呢啲唔係攀比，做善事唔係攀比嘅，所以一定要即係你大家隨心隨緣，量力而為，仲要量力而為，係即係同埋睇下你即係嗰個出心嗰方面係究竟係點樣咧？有啲可能就頭先所講啦，有啲唔同嘅叫做公關上嗰啲咧，可能有啲。機構一抌抌啲嘢出嚟，跟住一張大支票，跟住就拍拍攞友，跟住就影完相咧，咁啊閃咗佢嗱，唔係暗示邊啲咩總理定點樣啦，咁啊大支票嗰個影完走咗去嗱，你都可以話佢捐好多錢定點樣，但係要出心出力去啊，可能用自己個名啊去建成學校，等於咁樣啫喎，呢間學校個名好就好啫，到時咧原來出咗好多壞學生嚇定係點樣咧，咁自己個名咧都會受到影響噶嘛，咁因為仲要係一啲明星啦，咁對於佢自己嗰、那個叫做即係自己的形象同嗰個品牌咧，都係好難嘅一件事。咁我可以講一下啦，頭先話咩知名品牌啊，有冇可能唔出名啊定點啊？呢、這個可以百分之千啊，話俾大家聽，梗唔會啦，一定要添啊！有時佢哋啊，去呢啲咁嘅慈善叫做可能俾一啲 function 啦，可能俾一啲叫做影相要好睇啦，可能啲物資啊，你都啦，邊度啊幫助到啲咩人定點樣啊？我見過最恐怖嘅係點樣啊？影完相做完場 show 之後咧，唔係俾啲掌聲自己喎，係收翻曬之前攞出嚟嘅嘢啊！即係你諗下，喂嗰啲好需要呢啲物資嘅人攞到你呢樣嘢，見到你哋嚟嚇咁大棚人嚟，俾到啲物資我，我咪好開心啊！喂，原來你攞我哋影完相，跟住臨尾攞翻曬㗎。喂，嗰種感覺，我寧願你唔好俾我好過啊！係啊，其實喺內地做呢啲嘢，從來都好艱難嘅，即係尤其是係二千年前嘅時候，如果係你係入去上面做呢一啲嘢，其實有好多好麻煩嘅事嘅。咁首先要更正翻一樣嘢先。頭先我講話上年八月應該我記得就係111間古天樂捐咗，其實就而家到咗上個月咧，其實佢捐咗嘅古天樂希望小學咧。的數量已經達到135間了、即是百多間、你跟人說他只是捐了幾間本身這卓偉他說的東西根本就是一個乞衣來的這些我真的憤怒到呢其實應該開一節浪冷氣去嚼這條仆街因為很慘的即呢你想著即有時候有些人呢他們出了錢或者怎樣呢有些真的會低調一點可能會記錄，即係可能有啲每年捐過超過幾多百萬，斷百萬港紙定點樣嘅？可能某啲機構啦，定即係唔係商業機構喎、一啲慈善機構定點都好啦。可能佢喺佢個叫做自己嘅大樓又好，自己嘅地方又點都好啦，都會刻翻佢個名落去定點樣嘅。咁有時呢啲人都費事，都唔想俾人知道，可能喂你刻我個名咧喺最角落頭咁就算噶啦。有即係因為有時候我去某啲機構嘅時候都見到，咦有佢個名喺度嘅。
都會覺得，咦，即係呢啲都係低調地，有啲可能都唔係噶嘛，捐咗咧，要大樓大股定係點樣嘅咁樣嚇，有啲人即係會咁樣嚇，有啲人反而做完咧，可能你見到咪見咯，見唔到咪唔見咯，或者可能佢點解要用翻阿古天樂用翻自己個名咧？某程度上佢咪可以等到一啲人關注到，咦，原來國內咧係需要呢啲水教啊，定係點樣啊，學校啊，定係點樣，或者？會帶到一個叫牽頭作用啦，即係佢可能佢喺佢個角度嚟講咧，呢一筆錢唔係好多，咁對於我哋講，哇，梗係誇張啦，成5000萬人民幣，係咪先？即係呢，即係有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呢度嚇一件事啦，即係大家個境界唔同啦嚇。係，但係其實咁講，即係有時候其實我都明白咗，有時候好 frustrating 嘅，即係好令人失望，即係好似。我哋自己都有盡少少微薄之力去捐錢，亦有好多網友聽咗我哋號召去做。但係，唉，即係個個啲人嗰種居心，令到人覺得人言可怕，同埋人性係本嚟我係即係其實我而家都相信嘅人性都係善嘅。但係呢啲咁嘅人嘅居心，即係令到人好抑鬱啊！即係做好事嗱，當然啦，呢個世界上都有好多騙子，真嘅嚇。但係佢有冇查過成件事啊？他說我們這樣捐給什麼館什麼館這樣，你有沒有去過，真的去過那間飯館吃過一餐飯，去捐過一個飯盒嗎？請問你有沒有看到，其實每一日我們動，即是那些飯館我不敢說每日，但是很多時候都動出來的牌呢，那些人都是捐的數目是不少，只是用汪向之友，是不留名的做好事。嗯，是啊。你說這句話之前有沒有想過人感受，這個都不要緊，你有沒有人性，這個就是我最後說的東西。即是他用得即係啲到時一啲即係不記名嗰啲啦，可能用翻網友網向之友之嘅名義去捐嘅咧，可能佢都係想俾一啲人留意到咩叫網向啦，或者可能俾人覺得網向好似即係再想用自己嚟影響更加多嘅網友去捐，呢個係一件事咧，要明白咧，可能有啲人即係佢唔可能直接話我哋網向去捐錢定點樣嘅，有啲可能又話呢班人係假正義嘅，或者喺第二啲地方度，呢班係咩小人啊，定係點樣啊？即係咧，佢要將你抹黑咗你嘅人先，即係或者抹黑咗你呢一個妄想先。咁到時咧，你再做啲乜嘢咧，全部都係壞事嚟嘅，全部都係陰謀詭計嘅。係啊，即係某程度上，卓偉對古天樂呢單嘢都係咁樣，即係佢打黑咗佢嗰個捐款，佢抹黑咗先。首先就話佢捐幾間，其實個事實就唔係捐幾間啊嘛，同埋其實就係佢。他想做到的俾人的印象就是古天樂只是捐了幾間嘅啫，其他那百零間咧都是百事捐的，就咁借古天樂的名字嚟做嘅啫。喂，呢一樣咁樣去抹黑的方法，其實是非常之可恥的。可恥啊，真係可恥。即係其實他話：哎呀，佢有做，但是做啲屎咁多咯。其實都不是他做，是另外一位姓黃姓嗰位做的更加多咯。其實我真係好，我有合理懷疑，會不會他是幫某些公司去做打手，我不敢咁講啦。但係其實我合理懷疑咯，係嘛？啊，呢個唔知道啊，我都知啦。不過都係嗰句啦。嗱，我哋呢節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好人好事咧，就希望即係大家唔好因為有啲小人喺度抹黑啦，定係啲即係唔知啦。邊個究竟先係假正義啊？定係點樣咧？就不得而知啦。我哋嗱好老實啦，即係每一個人咧心底裏面咧都有一啲壞壞嘅嚇。呢個就啊，即係當然有幾曳啊，或者點樣咧，我哋。唔係耶穌嘛，係咪？完美嘅，唔係聖人，即係我哋講，我哋都話唔係聖人啦，亦都唔係講所有嘢都一定啱嚇。即係有時你唔同意，我哋都冇所謂。只不過只要唔好惡言相向，你唔好令到嗰個即係問社會嘅問題更加極端化嘅話咧，我係唔會批評嘅。有好多人其實有好多時點解我哋會揾啲人講嘅嘢嚟講咧？其實就係某啲人佢做嘅嘢咧，其實就係表面上好似好正義咁，其實講出嚟嗰啲嘢咧，就係令到個社會更加撕裂，而且係令到政府施政更困難，甚至翻唔到轉頭，再咁落去嘅話，社會嚇。咁啊，我哋呢一節咧就暫時講到呢先啦。咁啊，希望啦都唔好阻到啊古天樂嘅善心定係點啊？仲要睇啲消息喎，原來嗰陣時咧就對於咧一個我都好敬重啊嘅武俠小説啊。大把成日都知邊個啦，就係、是、王奕啊，佢嘅當然啦，有好多作品都變翻做呢個漫畫啦。不過變咗漫畫又爭咗少少，或者變咗電視劇咧，都爭咗少少。咪睇翻原著咧，就相當之唔錯咁啊。當年嘅《尋秦記》啊，呢出我最中意睇嘅電視劇之一，因為我睇過兩次，因為有江華，我中意江華；有古天樂，我中意古天樂。即係呢個江華係黃小龍，即係喺入邊係得係即係狗到出曬汁噶嘛呢個人。
咁啊，再揾佢做呢個項少龍都相當之似嘅。咁啊，不過好似冇咗嗰個項少龍嗰、那個喺小説裏面咧飛鋼針嗰個絕技啊，有埋就咁啊，相當唔錯啦嚇。不過冇辦法啦，嗰陣時唔知有一段咧就其實整體拍得幾好嘅，不過係有啲黐啲假須啊，度扮嗰度有啲扮咩？會拍電影啊？嚇！拍電影咧嗰度唔錯，因為嗰度紀念翻叫做黃奕啦，有扮人馬添。冇錯啊，郭善妮啊都揾翻喎，呢、這個真係唔錯啊，即係相當支持捧場啦。冇錯，相當支持，相當之期待啊！咁啊，當然啦，原著咧嚴好嚴噶，即係好多鹽花，好多鹽花，係啊，好似四仔一樣嘅，因為唔係鹽花啊，唔係鹽花，即係就係性愛小説一樣啊，簡直嚇相當多啦。所以我就話四仔咯，唔同嘅嚇，呢、這個就當然啦。電影版就冇嘅，咁大家就想哇正會唔會咩？冇咁多，咁嗰啲當然要避過啦，即係因為即係呢啲有時你要將佢變成大部分人都可以睇嘅話，咁就當然有啲嘢要避開。老少咸宜咧，變成由鹹味變成老少咸宜啦，係哇好啦，我哋相當期待啊！呢、這個今節咧講到呢度先，多謝曬大家，拜拜，拜拜，拜。